回头继续来关心南加州社区。为了呢让台湾侨胞不忘记台湾美丽的宝岛，台湾人联合基金会最近更举办了台湾之美亚洲之星国际巡回画展，总计呢联合有13位的艺术家展出25件的艺术作品，传承台美人的这个文化给主流的社会来做了解。那这一次非常的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著名的台湾画家特地从台湾飞过来美国，画很多都是台湾的风景比较多还有对这个台湾，因为张艺雄是我的老师所以我对于这个台湾的那个画都是特别有感情，所以很有感情在画。不仅是台湾来的，要让大家看到台湾的美，也邀请我们的乡亲，邀请各世界各国的人来到台湾去旅游、去观光，一个友好的像一座桥梁借着文化来传播。苏焕豪表示，活动呢从2016年在台南开展，已经巡回了澳洲、夏威夷等地，获得了许多奖项。而这一次洛杉矶展，则是很多位当地的艺术家来交流分享。接下来8月份将到马来西亚展出，10月份则是会到克罗埃西亚。